什么？溜去当海外少女。我们要先去接今天的主角，基隆的在地的地基主咖啡。讨厌摸摸的开车技术，超小的，OK 啦。哦，不意外的，他停车格其实没有剩多少哎。今天礼拜五吧，你们大家都休假吗？蓝思雨，蓝思雨怎样？他来找我们，突然上来就有一个茫然感。这是嘉怡妹妹吗？没错，嘉怡妹妹在地地基组。哎，在这边真的是眼花缭乱呢。对啊，很多。我第一次来早上的基隆哎，真的。我觉得基隆夜市有趣。反正呢，我今天就是要来带你们吃除了庙口以外的。哎，好好，不然每次其实就是都会固定就是去庙口吃。对，然后它就是藏在市场里面。我跟我妈平常假日的时候会去吃的一家寿司。待会你们会看它很突兀，它在市场里面很突兀，店很明亮，然后你会觉得很干净。市场你要手扶梯？没错。我们市场的手扶梯。天哪，想出国想疯了，这对，还有那个机场的那个手扶梯。可以带你们走一圈。哎，很棒哎。比如说我可以等一下再走一圈先去吃东西吗？我现在先找一下那个地方。我每次上来都会迷路。你是带我们绕了很大一圈啊，在那边啊。这里也是他们的。对，这里楼上其实也很多东西可以逛。楼上逛一逛，我觉得我应该就会想要吃什么冰啊，或者是它的。有一些就是小小的咖啡厅，也都会有很多人来，像这个那个。很好笑，直接坐到里面喝咖啡啦。对啊，有瞬间来到台南的感觉，就很多美食小店。找你按摩。还有拓脸，你在按网球哎？对啊，我们现在走上了一大圈，然后还没走到重复的地方哎。对，每一家都是很不一样。但是这里面好像就是什么都有，什么都不奇怪。拐一个转角都会有一种哎，怎么会有这种店在这里，很新鲜。那我们现在要来点餐了。很认真在拍食物，感觉可以吃了。我刚刚大腿盯好久，哇，运动耶，运动耶。我想要先吃比目鱼，麻子鱼，麻子大块的，其他鱼肉我不敢吃。啊？就是我只敢吃鲑鱼。等啊，我要表演一口塞喽。我想先吃软壳蟹寿司。好，螃蟹 OK 哦。吃一个看看，蹲起来我就不走下面行程。软壳蟹是我跟我妈来都会点。对啊，它比目鱼超好吃，有偏油的鱼肉，但是就是现场炙烧后，它就会变嫩 Q 嫩 Q 的，香，好吃哦，好爽哦。你是觉得怎么样？很好吃，真的好吃，好香哦！而且软壳蟹我觉得很赞，是因为它是螃蟹，但是它很多壳，懒人很适合，不要来吃一个。非常推荐这个，这个鲑鱼，鲑鱼脸芥末，鲑鱼很厚很厚。有没有感觉出来它刚刚还在游？我平常都在吃蒸鲜鲑鱼，哎，这超好，这超好，对啊，这些不能比啦，能比。就是真的鲜，真鲜。那我吃尾鱼好了，但觉得这么大这么厚，有没有很爽？有，而且它真的很新鲜，不会吃起来熟熟的。就上一片最怕吃到熟熟的啦。
如何？这个是鲔鱼。嗯，鲔鱼很好吃。我要吃鲔鱼。很好吃，很鲔。很鲔。现在吃这个是280的海胆酥皮，而且还是一般的哦。但它如果一般的也蛮甜的，然后日本人会笨，不甜。一般的人是台湾的。那我尊重，我用茶漱漱口。那我可以夹一小口吗？可以啊，夹一小口。一口吧，好饿。哦，好爽哦！哦，很痛。哎，有哎，你那一口很爽，因为我刚刚那一小口也觉得它蛮甜的。那还在爽，那我继续讲。因为平常我们家里都是去买那个日本的北海道海胆，然后是蛮甜的，但是它跟一般的其实就蛮很不错，哎，就是有甜不会腥，没那么腥，但是就很腥，它又配上这个紫苏叶在里面，嗯，所以它整个味道就变得没有很腥啊，很香啊，那个甜甜的，我是倒开来，好幸福。你刚形容词很多，听起来是不是真的？真的爱，真的爱，大家有发现形容词多寡？对。还有一个东西我要跟你们分享，小心点哦。好，就是这个味噌汤。味噌汤，我刚刚就问他们说，哎，你们要不要点？要不要点？然后他们不点。我跟你们讲，这个20块味噌汤，料满满的。不是，那刚刚讲20块味噌汤啊，然后结果不知道是这么丰富的，等到这个我以为50，没有，是20。哦，这个呢？基隆的味噌汤一定有鱼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基隆的食物五折，你们喜欢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哎，这等待是值得的。阿布。你们要帮我看一下 ，Abby 帮我。OK 啊 ，OK 啊，上啦。你这是在考考驾照吗？考驾照啊。还有一层。不想开了。你找的，我要往前走了，对。完蛋，是不是激动了？你要打他吗？不用不用，我知道怎么走。对啊，刚刚那个问法害我慌了一下。最近基隆这几年有开很多咖啡厅，然后想带你们去看看那个老屋改造的咖啡厅。也不是说老屋改造，就是因为基隆都是老屋，所以基隆的咖啡厅都是老房子。哦，基隆人说的哦。对啊，然后这一家的话是我没有去过，但是它的那个蛋糕卷布丁，我觉得看起来很厉害，想带你们去吃。蛋糕卷布丁，我期待，不要让我失望。哎，是走错吗？哎，你刚刚走过去，他很好笑哎，他问你要去哪，他问我说是走错吗？走那里呀、啊，走那走那，他是基隆人。加美老帅，现在风很，就是让我们刘海很疯狂。我刚问说松鼠有没有拍那个他的美照，他直接放弃。剪刘海的人的噩梦。但前面那个也跑不到哪里去。哎，这短发也很疯狂哎。这家其实我也是第一次来，因为我一直在 IG 上面看到别人拍这个，我真的觉得好可爱，好可爱啊！我刚刚老板说，就是他就是想出来，他是说前人的智慧累积出来的，但就是摆出这样好可爱哦。就我喜欢他这个杯子，他装这两个好好好好讲，优雅的起来。大家都知道拍美照秘笔就是现场用他有杂志的画质，一下子哎好看很多，很搭。我们直接印画面上去。你要用这个吗？可以拍洞洞。麻筋吗？我要吃布丁，分享一点点蛋糕。
布丁好大家都说他的布丁很赞。或是啊，那棉棉早上好了，早上。那布丁好棉好棉。真棉。台湾。他的布丁，我觉得布丁堪比完美的爱情。嗯。欸，好好吃哦，是的，它就是很绵很绵，没有空气泡泡的那种。它单位很香，单位很香，很香，长得比较酸一点点。它刚开始我觉得刚好，它就非常果冻，果冻现在但是没有了，它这个果冻。嗯，这是铁观音的奶油吗？还是那个冻是铁观音的味道哦，那个冻是铁观音的味道，然后搭配那个奶油是很像铁观音奶茶。对，很好，我一边吃不出来。你要直接说，嗯，怎样？深刻感受一下。停车这边其实就已经算是和平岛了。哎，我刚刚走过去，他很好笑。然后它是一个离台湾非常近的一个小离岛，但是完全没感觉，好像是第一个跨海大桥。啊？什么？啊，就这样就跨过来了？对，一下子而已。为什么？非常短。基隆地之主，嘿，我们等一下去哪个景点？想到那怎么办？你先去一个近的地方，不然我们等一下到一个点，然后我们去问路人说他要去哪里，然后我们就直接跟他。这么欧式过老节目，老节目，你要去哪里？老中医，老中医，我们直接偷人家梗，我已经讲我们这边的，我们你要去哪里？好啦，就这样啦，大家拜拜。